哇！喂，你什么来？昨天晚上过来看医生，这里又改。哎呀，那个位置不同。我们可能要改那个7700的那个什么700的柜子。哎呀，别打！你没有太多工作哈、啊。谁说？七天工作。开玩笑啊！哎呀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要叫谁啊？我要看，马上要去马场，那个他们比赛。今天。可以晚上可以的话可以。哦。你太忙了哈。我今天这里有的那个搞一段时间的。哦。